就非常时期，也要去搞一个医院，因为我们这里小医院都诊不了的，这个病是诊不了的，就想到那江西那边那个大医院里来诊一下，诊断一下嘛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他们也要诊，我们的女儿现在就是身上都痛了，是没办法，她身上都发病了，要赶快进医院了，现在是要赶快进医院。我们已经的通人做了20-30万到了这个年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了，但是现在只想救他一命都没救了嘛，你们该没有别的要求，真的没有别的要求，就杀了我女儿吧，你们就杀了我女儿吧，真的我真的就杀了我女儿，我就不想挂着，我不挂着我女儿，挂着一个人，挂着媳妇。接触哈，这照片我来。好的，啊，这个胶彩就可以了。没毛病吧？